我现在就往回走了。一定要今天谈吗？今天是周末。好，我明白了。您好，我已经跟你说过了，这是人力资源部门做的决定，跟我没有关系，我无能为力，你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。
银行95574电话银行系统为您服务，中文服务请按一，外语服务请按二。欢迎使用国商银行电话银行服务，普通客户请按一，尊享服务请按七，贵宾服务请按八，缴费请按二，转账请按三，挂失请按四，信用卡服务请按五，理财请按六，空中银行服务请按七，信息服务请按八，转人工请按零。你好，国商银行95574电话银行系统为您服务，中文服务请按一，外语服务请按二，贵宾服务请按八，自动语音服务请按一，人工咨询服务请按二。洪家基金是你理财的最佳选择，购买洪家基金是你明智的选择。为保证您的通话服务，本次通话可能被录音。54号，您好，我是54号客服代表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？太好了，我们办业务，麻烦你赶快帮我打电话报警，我被困在电梯里了，动不了。哦，对不起，我们这里是国商银行95574电话银行服务系统，不是报警电话，您打错了。我知道，我的电话坏了，我打不了110报警电话，麻烦你赶快帮我打上110报警。您可以按电梯里的应急铃啊。电梯坏了，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电梯好像被什么东西砸坏了，我困在里面了，我真的很害怕，麻烦你赶快帮我打110报警。实在对不起，我的客服电话只能接听，是不能打出去的。那麻烦你用你手机打一下好吗？我们上班时间有规定，是不允许打私人电话的，手机不准随身携带，上班一刷卡就锁到储物柜里了，我实在帮不了您。要不我把电话转到值班经理吧，您稍等。等等，喂，你好，有什么可以帮你的？你好，我被困在电梯里了，我的电话坏了，我按了通报键打到了你们这里，麻烦你赶快帮我打电话报警。您电话坏了，怎么打通我们客服电话的呢？我的电话零件坏了，没反应，我按了通报键打到了这里，麻烦你赶快帮我打电话报警。哦，那您现在在什么地方？我想不起来我在哪儿。
您都不知道您在什么地方，我怎么帮你打110呢？对不起，我可能帮不了你，而且这也不在我服务范围内。要不你试试其他电话，如果你没有其他事情需要我帮助的话，那我们就到这里吧。祝你好心情，再见。哎，等一下，喂喂喂，感谢您的来电，请您对本次服务做出评价，听到低声后留言，满意请挂机。你认识我的电话号码吗？我怎么能认识你电话号码？我老公你应该很熟吧？哈！你把电话给我，你他妈还有点素质没有你？啊！你跟老娘一床上睡了7年了，你他妈给老娘舔脚的时候怎么没给老娘素质低啊？你说的不成意思。你打得挺好啊，哈！你真会挑时间，别动。对不起，你想多了，我不认识你老公，我需要你的帮助，我被困在电梯里了，你能帮我打110报警吗？知道我是谁？那你能告诉我叫什么名字，在哪儿工作吗？我被困在电梯里了，一点都不记得发生了什么事情。你能帮我打电话报警吗？啊啊！你电话上显示你是荣代房产，你是售楼部主管殷女士啊。全智能管理设计，提供国际管家式服务，目前是国内最高的公寓式超级大厦。你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，你跟我没有关系。如来房产，我是谁？你还背着老娘去看房子？你好，老大，你看看你电话里有没有我这个号码的来电显示？我被困在电梯里，我的电话坏了，我实在想不出来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我可能……当当啦，逗你玩啦！今天是周末，我在嗨，可能听不到电话，有事你可以给我发短信或者语音留言哦，看到了就回给你，拜拜。谁电话？嘘，我们主管，别让他听到哦。我说能像不像？荣泰房产，荣泰房产，荣泰房产，英，主管，主管，哪个英？我叫什么？我叫什么？我有急事，我真的有急事。我这是鬼机场东西上不上的，不满一分钟按一分钟收钱，剩下的几十秒过来让你长下记性。我在毛里求斯，晓不晓得鬼机场东一分钟好多钱，你晓不晓得？我跟你说，买一条鲑鱼对我来说就像买包卫生纸。哎呀，你莫啊莫来给我打啥子。我跟你说，我不买你们鲑鱼了，我现在就把你电话加到黑名单后头去。一分钟到了，告诉他你有病啊。你好，你好，
对不起我。宁总，现在是几点钟啊？太好了，我们是一家公司的，对吗？现在是几点钟？现在是2014年9月29号下午19:47。公司的下班打卡时间是19:30。今天是周六，现在是下班时间，我已经下班了。是我没有表达清楚，还是你没有听明白啊？我下班时间就不能打给你了吗？对不起，我有急事，我被困在电梯里了，头昏昏沉沉的。你能帮我打个求救电话吗？我手机坏了。你忘了吗？8月17号，上周六晚上我给你打电话。你告诉我你已经下班，休息时间不回答工作问题。结果我努力了一个多月的客户飞了，我都3个月没完成业务考核了，每天只吃1包方便面。你那么一句休息时间不回答问题，你就让我……那你为什么不在上班时间把工作都搞清楚呢？咦，你现在是求人帮忙，你还说这种话？你怎么不在工作时间困在电梯里啊？我告诉你，现在是我私人时间，我可以不接你的电话，也不伺候你。我还告诉你，我辞职了，也今天下午辞职了，也不怕你扣我工资了，押金我也不要了。不管你是困在电梯里还是棺材里，你就在里边慢慢待着吧，拜拜，周末开心。我是这样的吗？我是这样的吗？我是这样的吗？你怎么不说话呀？你不是说永远不打给我吗？你好，不管咱们现在什么关系，我现在真的需要你的帮助。我被困在电梯里了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的头好像被撞晕了，我什么都记不起来。我第一个想起来就是这个电话，我觉得你可能是我的家人或者男朋友。哎呀，我感动的都要哭了。那咱们什么关系？等等，我看看表。72:19:47前，我算是你的同居男友。啊，不对不对，现在是19:48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不是你要求吃个饭都得严格遵守时间规定，一分一秒都不能有误差吗？什么意思？不是你要求我电话短信必须秒回，晚一分钟你他妈就拿你的破表刀逼刀吗？秒回？就是5秒之内必须回你短信电话，超过1秒你就刀逼刀倒计时，迟到几分几秒了就开始刀逼刀，你的时间就是金钱论。对不起，怎么会？我们分手了。分手？你把我光屁股从公寓里赶出来，什么都没穿，外面还下着雨，我他妈找了个垃圾袋才挡住鸡巴屁股，你管这叫分手？你从18楼把我的东西一件一件扔下来，满大楼人都在看我，还有人拿手机拍我，去你的吧！你现在还好意思给我打电话？你还是不是个男人？敢不敢担当了？你从接电话到现在多长时间？都快2分钟了，只不过动动手指按3个键的事情，你啰嗦什么？你策划我的内容，任何人不能向外透露。你为什么要把我告诉你的公司的机密泄露给媒体？难道你不知道这个消息传出去有多大的影响吗？幸亏公司不知道是我泄露出去的。一个工地的工人莫名其妙的死了，那是正常的工程事故吗？从脚手架摔下来的尸体是那个样子吗？你们不追查原因，就像瞒天过海，拿钱摆平民工家属，消灭证据，你们瞒得过一时，瞒得过一世吗？我就后悔当时没把你电脑里那些资料直接发到微博上，让全世界都看看你们的丑恶嘴脸。我告诉你，这件事情没完，你就好好待在电梯里，这正好是个机会，你就安安静静反省一下自己。放心，
他们很快就会发现电梯坏了。再见。要回工程事故，是警局、微博、媒体、百平家属分事，媒体向你找。你好，你好，是应总吗？是我，你哪位？啊，打搅您嘞，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？我是公司的保洁员，我叫高华，我下午到办公室找您，您不在。哦，我记得，我记得。打搅您嘞，昨天的事情是我错了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打扫卫生的时候真的没发现有蟑螂，大办公室里经常有剩饭和垃圾，那都是招蟑螂的。我打扫您办公室的时候真的没蟑螂，那蟑螂可能是后头钻进去的。那你到底想让我做什么呢？英总，我真的不是不认真，您就给我一个机会吧，
我一定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了。我家老汉身体不好，早就下岗了，也没有什么医保，我两口子就指望着我这份工资了。我求你和人力资源部说一下，给我一次机会，不要开除我。我把你解雇了。是我不好，我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。他们说只要你没有意见就可以给我留岗查看的机会，我保证再也不会让长老转你去了。无能为力，你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。我明白了，我一定会和人力资源部门打招呼，让他们不解雇你。我被困在电梯里了，我实在弄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我的电话只能接打不出去，我希望你能帮我打个求救电话。你给关在公司电梯里了？我不清楚，我头被撞晕了，我想不起来了。你肯定是周末加班了。那我到公司看一下啊，我就住在公司后头的平房里头，快得很。好的，你赶快，我快闷死了。啊，好好好，我穿个衣服就走。我平时两分钟就可以走到公司大楼后头，我从后头的通道走进去，一分钟不到我就能到公司。好的，谢谢你啊，你赶快。啊，你放心，我会很快。应总，我不知道你喜欢什么牌子的香水，我女儿送给我了一瓶，我放到你办公桌上了，你看到没有啊？哦，挺好的，挺好的，我很喜欢。哎，你出发了吗？啊，我出门了。好，我等你电话。啊，好好好。先生，能不能先听我说？我有急事儿。哎，你先听我说呀，我是客户。哎，客户就是上帝，你要先听我说的，这是规矩啊，要不然我们就没有办法沟通下去了，对吧？你认同这个原则吧？好，你说。我这里刚刚开完家庭会议，得出的结论是放弃购买你们公司的公寓。公寓是超级大厦，是目前国内最高的。为什么呀？我们的龙湖双子超级公寓地处风景区，国际管家式服务，可以说是亚洲公寓的双子塔。双子塔，我做过调查了，什么环境优美啊？你们这个店原来是化工厂嘛？都50年了，至少有30余吨化学污染和放射性废水排到地底下去了。说是风景区，周围的河水都是黑乎乎的，在这样的地上盖房子，住在里面是要得白血病的。发病率高得要命哦，生孩子很容易流产的，就是生出来也是畸形儿啊，这就是块土地。哇，土地！我跟你说，资料我都查得很详细了，在这种地上生出来的孩子，那头大是大的来，像大头娃娃哦，还缺胳膊少腿的，还撒他拧哦。可是你这个理由退房，根据合同，定金是退不了的。哦哟，搞嘞，能更加去都杜桑了，定金不退就不退了。反正你们都是霸王条款，我觉得你们很不负责任，没有如实的给我反映情况，哎，刻意的隐瞒了真实情况，对吧？报告，土地环境经理，我都打听到了，你们打地基的时候，就有好几个工人在地下被毒气给熏倒了，还差点出人命啊！这份环境污染指数评测报告的内容，任何人不能向外透露。这块地经理100年也住不了。我跟你们讲啊，你们最好把这块土地做个环保清理。要不然是要遭报应的。喂，丁经理啊，你在听吗？对不起，谢谢您了，我有紧急电话进来，再见。房子就要关。喂，你找到了吗？英佳，我是温世义，你干什么去了？我一直打你手机都没人接，好不容易找到你这个客户手机。文石义，文总，你是公司的执行总经理对吗？你没事吧？出大事了，赶紧到公司来，这下麻烦大了。你现在在哪里？ 我不知道我在哪里，我想不起来了，出什么事了？那两座超级公寓塌了，操，全塌了，这帮畜生是不是用棉花盖的楼啊？怎么下场雨就全塌了？
知道叫什么双子大厦，没什么好事儿。先是独地，然后是死人，现在楼刚盖好，竟然就塌了。可以俯瞰整条长河，龙虎双子，全智能管理设计，是目前国内最高的公寓式超级大厦。你赶快到公司来，我们得一起去现场。幸好是周六，工地没人，要是死了人，麻烦就更大了。上次事故你危机公关处理得很好，这次老大点名让你参加。我在龙湖，我就在这儿。什么？你已经到现场了？情况怎么样？全塌了吗？不是，我困在这儿了。我想起来了，我周六带着两个高端客户来看样板房，我把手机和钱包落在样板房的窗台上了。你说什么？我送走客户才发现手机落在楼上了，我回去走进电梯里，突然电梯就坏了。不是电梯坏了，是楼塌了，我是被撞晕的。你说你在哪儿？你再说一遍。我被关在里面了，文总，我被关在牢里了。可能不是我一个人，还有一个人埋在里面了。刚才我听见声音了，我听见有人叫枪的声音了。丁佳，你现在不要慌，我马上到公司组织人把你挖出来。你没有打电话给其他人吧？打110了吧？没有，我的电话键坏了，我顺着冲锋枪打了出去，遇到一些乱七八糟的人。你没给媒体打电话吧？没有，我为什么要给媒体打电话？我以为是电梯出故障了。好，那就好，你现在把电话挂了，节约用电，我很快就打给你，你不要再给任何人打电话了。公司现在的策略是知道的人越少越好，公司马上就要上市，不能再有负面新闻了，你受到损失公司会补偿。我明白。好，我到公司了，记住等我电话，别打其他电话了。好的，那我挂了啊。
你现在哪里？离我办公室近吗？我走几步就是你办公室。你在走廊里，好，你去报刊架上，把上面的晨报、晚报还有都市报的新闻热线号码跟我说。晚报，对，晚报，晚报我有认识的记者，我好像想起来了。好，你能记下来不？你说我记着，晨报是九七七九七七，都市报是96706，还有呢？晚报是8，然后是七个七，八七七七七七七。好了，够了。你得再帮我一个忙，你帮我找找电话号码。你现在就去我的办公室，在我电脑里有我家人的电话号码。你找到我的朋友，让他们找人帮忙。电脑我就会 QQ 和斗地主，其他的我也不会啊。会斗地主也可以，你进办公室再打电话给我。哦，那你等一下啊，我还得到情节房去取一下钥匙。是南方都市晚报新闻热线，本报秉承关注民生、彰显爱心、维护正义、坚守良心的理念，追求最鲜活、最实用的新闻，办市民最喜欢的报纸，办中国最好的报纸。你好，这里是晚报新闻热线87777，请问您今天有什么可以帮助我们的，或者有什么生动有趣的新闻线索和我们分享？喂。喂，你好。你好。喂，你好。你好，我要找一个记者，我有急事报点新闻。郝磊，对，郝磊，就是那个个子很高、说话有点结巴的，请你把电话转给他。你能先跟我说明一下吗？我们的工作程序是我们新闻热线组记录下来，然后转给相关的部门处理。我们不会直接转给记者，或者给您记者的电话。好的，你记一下，我是龙湖双子房地产公司，我们的那两座28层高的公寓塌了，我被埋在里边了，赶快拨打110电话，请你帮我转郝磊的电话，我跟他一说他就明白了。那好，你稍等一下。电话转接中，请稍后。接电话。应总，是我。你进办公室了吗？进来了。我已经打开电脑了，但是你这要输密码呢。
密码是666116。哦，六六。打开了吗？幺幺六。准备出来了吧？啊，出来了，出来了。你这咋都是英语啊？我看不懂。拼音你会吧？拼音啊，拼音我会，字母我都能认全。你说。你找一个 F 打头的，就是拼音的夫。我。你在这里干什么？哦，文总，你在和谁打电话？你在电脑上干什么？应总叫我来的，我是公司的保洁员，我叫高华。应总叫我给他帮个忙的。文总，把这个人给我抓住。文总，哎，你听我说呀，文总，把他关起来。你们这是干什么？我又不是贼，我是给应总来帮忙的。走，文总，关起来。你们应总，按住他，快点，快走，来，走。文总，文总，我知道是你，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这么两座大楼倒塌了，你瞒不住的。我已经给我朋友打电话了，他们马上就会报警，你瞒不住的。我还给报社打电话了，你说话呀，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你想把我困死在这里是吗？你是想把我困死在这里是吗？我看到现场传过来的视频了，两座楼全塌了，废墟有几十米高，把你救出来的希望很渺茫，你要有心理准备，如果外面知道有人压在里面，公司两个月后就要上市，现在不能出现任何不利于公司的事情。你瞒不住的，他们早晚会发现我被困在这里。清理废墟最少要两个月时间，两个月后大局已定，没影响了。你也是公司股东，公司股价越高，你收益越大呀。这个畜生，我人都死了，我没有朋友啊！哎，你还有家人呢，还有父母，你是公司忠诚度最高的员工。希望你能理解。对不起，我真的也不想这样，我只是执行老大和公司董事会的决定。文总，打好了，电话马上就去打了。英佳，对不起了。喂，喂，文总，喂，您的号码是空号，请查证。喂，文十一，喂，您的号码是空号，请查证。您的号码是空号，请查证后再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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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是喵星人啊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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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过来喵星人，过来过来过来陪陪我吧，陪陪地球人吧，过来。啊，过来喵星人，过来。我现在是地球上幸存的最后一个人了。啊，过来喵星人。这次大楼倒塌救援指挥的李静明，你现在情况怎么样？你们怎么找到我的？有好几个渠道，报社的新闻热线，你男朋友，还有你们公司的保洁员，他被你们公司的文某等人挟持，他从汽车里跳出来摔成重伤，路人报警，现在文总等已经被警方控制了，是他们伪造证明断掉了你的手机。你放心，我们救援介入之后开通了你的手机，现在情况还是很紧迫的。这样吧，我长话短说，你要记住我说的话。第一，你手机还有多少格电？我手机坏了，屏幕坏了，显示不了。我明白了，我们需要立刻定位你的具体位置，我们采取手机信号定位和生命体征探测仪两种方式结合，所以你在跟我通话之后就关掉手机，节约电量。我把手机关掉了，你们怎么找我呀？手机关机，只要不拔掉电池，还是会发出信号的。我们利用这种信号来定位，我们每15分钟通话一次，相互通报最新情况。我们还配备了心理医生。第二，你现在呼吸困难吗？有没有通风的地方？我们了解到的情况，你是抽烟的，身边有打火机吗？有。你现在把打火机点燃，你绕着电梯周围移动一下，最好是有缺口的地方，看火苗有没有偏向一边。哟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说明你待的地方有风能吹进来，有空气流通，有空气流通就能保证你所在空间的氧气供给。好，你赶快把打火机关掉，燃烧会消耗氧气。我现在把电话交给心理医生，你有什么话，你有什么想法，可以给他说。哎哎，等一下，可能还有别人埋在这里，我刚才敲墙听到他回应我了。哦，我知道了。你好应佳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肯定不好。那你有没有头晕恶心喘不上气，觉得自己有种要被憋死的感觉？我没有得幽闭恐惧症，我在上大学的时候选修过心理学，我明白你的意思。好，那你有什么其他反应吗？我好多事情记不起来了，我头好像被撞晕了，脑子有点空白。这是正常的现象，一般车祸啊、地震啊、还有房屋倒塌，人的头部啊经过剧烈碰撞之后是会出现短暂的失忆现象的，就算是很严重，但是很快就会恢复的。你现在呢，只需要安静地躺着，然后闭上眼睛，尽量平静地去想一些美好的事情。现在所有的救援设施呢，都已经到位了。李队长啊，参加过汶川地震，还有很多灾难救援行动的，你放心吧。
下次通话的时候，你有没有什么亲人或者朋友想跟他们通话的？我现在只记得公司老总和我男朋友的电话，其他的都在手机和电脑里。原来我可以记得几十个客户的电话，我连我妈的电话都不记得。是啊，手机让我们的记忆功能都退化了，大脑也变懒了。你放心，我们会尽快想办法让你母亲和你通电话。不，我不想让他知道我出事了，我不想让他担心。你们找到他的电话就可以。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打电话给他，我的电话有几个键拨不出去了。好，我们会想办法解决的。那现在呢，你放松心态，轻轻地躺一会儿，不要着急啊。我们一会儿通电话好吗？好。你这个可怜的喵星人怎么也在这里了？不害怕啊，很快就会有人来救你了。我要看看。来这宝贝儿，这才是乖乖的喵星人。
么情况？怎么这么长时间才接电话？发生什么事了吗？这里有只老鼠，我说不上是老鼠，但是比老鼠大，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没关系，我们已经通过手机信号定位确定了你的具体位置，我们会用红外线生命探测仪扫描你周围是否有其他人存在，在救援过程中可能会发生震动和坍塌现象，我们会随时跟你沟通的。现在我把电话交给心理医生了。你们什么时候把我挖出来？我害怕死了。你放心，我们会加快速度的，你不用担心，我们始终和你在一起。现在我把电话给心理医生。林佳你好，感觉还好吗？一点都不好，我现在明白了，他们说的都是真的。我想起来了，那些工人说的都是真的。什么都是真的？两个月前这里工地上的一个工人在地下室里莫名其妙的死了，他的同伴说是被一个怪物咬死的，说是像狗一样大的怪物。我男朋友把这个消息透露给了他的大学同学记者郝磊，我就把他从家里赶出去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那你男朋友和郝磊现在都在这里，你想和他们说说话？郝磊，你让郝磊跟我说话。林佳，是我，你还好吗？郝磊，上次工人死亡事件的资料和视频都存在我的网盘里了，密码是我和我男朋友的生日，我是在前面，他是在后面，你问他就好了。还有，我们怕影响公司上市，花了300万的危机公关费用，摆平的媒体和死者家属的所有文件和策划书都在里边了，你看了就知道了。那块地是被污染的毒地，公司篡改了环境评估报告的数据，所有报告和假证明都在里边。我知道了，我马上去。晃晃，你来。佳佳，我是晃晃，你一定要坚持住啊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你不用说什么，我应该相信你的。我很快就能找到你妈电话，你放心。嗯，心理医生要跟你说话。林佳，我希望呢，你现在保持平静，闭上眼睛，深呼吸，平静下来，好吗？然后听我说，我他妈不敢闭上眼睛，那个怪物就在外面。现在那个怪兽还在吗？不在，我也不知道他去哪里了。他刚才还想拼命的钻进来。那你是不是觉得很瘆人？觉得这个怪兽会随时爬到你身上，或者钻到你的身体里？对。你随身带什么吃的东西了吗？还有半块月饼。那你最好吃点东西，补充些热量。你学过心理学，你应该知道，人在封闭的环境里如果待久了，焦虑啊、恐惧啊、饥渴的情况之下呢，是可能产生幻听现象的，也可能产生一种叫做妄想性重塑寄生感的幻听幻视的感觉，还能幻视出非常真实生动的怪物猛兽的形象，像真的一样。严重的还会自残，啊，就是伤害自己来满足自己的幻想感。我觉得这不是幻觉，我以后再也不加班了。
应家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救援队员说，最多还有3个小时就能打通一条管道，和你直接保持联系了。你们最好快点儿，晚了的话，我妈，你们找到我妈电话了吗？我要和我妈通话。你现在千万要保持冷静，要有信心，好吗？我们已经找到你妈妈的电话了，现在呢，我们把这部电话呼叫转移到你妈妈的电话上，你挂掉电话再拨出来就可以和你妈妈通话了。还有啊，如果你觉得那个怪兽还在外面或者要冲进来，千万不要害怕，只要闭上眼睛，怪兽就会消失的。我明白了，我要挂电话了，我要给我妈打电话，再见。佳佳呀，妈，你怎么知道是我？哎呀，你用这个电话打过一次，我就记下来了。妈，爸在吗？哦，你爸爸呀，他出去遛狗去了。怎么了？你们最近还好吧？好啊，我们很好啊，有什么不好的？妈，对不起啊，我中秋节没有回家，公司一直加班，走不开。妈妈清楚，妈妈明白，妈妈能理解。对不起啊，妈。对不起什么呀？啊，你在外面工作也不容易，应该的呀。放心吧，我和你爸爸好着呢。啊，放心好了。妈，你们过节怎么过的呀？还不是跟以前一样啊。哎，不过今年你爸爸搞了一个新花样，外面的月饼啊，又贵又不好吃，就是盒子好看。你爸爸就买了个模子，我们自己做的月饼，还做了好几种馅的。你下次回来，我们做给你吃。我刚还拍了张照片发到微博上了，你在忙没看到吧？我一直在加班。哎呀，佳佳呀，工作重要，身体也很重要啊。哎，别累过头了啊。我明白了，我知道。哦，还有啊，工作上的事情好商量的，尽量少发脾气，女孩子脾气太大以后不好嫁人的。都怪你爸，从小把你当男孩子养，弄得你现在一点也不淑女，一点都没有我当年的魅力。对不起啊，妈，我一点都不了解你和爸的事情。哎，你以为妈是狗血电视剧里那些啰里吧嗦的婆婆妈妈呀？好了好了，等你回来啊，给你好好上一课。我得接着看《中国好声音》了，有事明天再说了，拜拜了哦，宝贝。妈，还有事啊？哎，那挂了啊，有事也明天说。妈，我爱你。咦，你今天怎么了？这么感性啊？工作上不顺心，还是又和晃晃吵架了？没，没有，好着呢。哦，那就好啊。我爱你们。哦，我真的很爱你们。哦。我真应该回去跟你们一起过节的。哎呦，又不是只有一个中秋节。好了好了，我挂了啊，明天说，再见啊。好，再见。妈，我爱你。现在的感受，每个人啊，在这个世界上应该都会有自己恐惧的东西。有的人怕黑，有的人怕蛇，甚至有的人怕根本就不存在，凭空想象出来的事物，就像你现在这样的情况。
Thank you.
不要怕，跟我来。